结合想玩的模式吧，在游戏中捕获不合适。开始 Pokemon 追他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力的神奇宝贝，神奇的，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下一个是强力的神奇宝贝，超级呀！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！设置按下按钮，再上吧！战斗开始！第一回合。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戈尔德的形态改变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，搞定了！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第二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超进化机会，将 Pokemon Mega Ray 的光投成功，超进化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捕获机会，很好，使用辅助攻击，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最终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，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，要要汉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，你看不见了，厉害，是高级球，啊，开始 Pokemon 吹它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，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那个是强力的神奇宝贝，那个
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Yoga。太冲！按下按，如此在此。上百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比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究极技能，哇！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。超进化机会，将 Pokemon Legendary 的光从这成功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能跑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攻击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我在。也很有能耐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人跑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！再见。哇！身体最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伊雪尔塔尔出现了。捕获机会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是超级球，
开始 Pokemon 圈旋转转发现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Yoga Blaziken 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Zygarde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是按下按钮，如在上吧，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雪尔德的形态改变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但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，打中要害了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我的菜哇，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超进化机会，将 Pokemon Mandarin 成功超进化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，捕获机会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究极技能，伸出吧，妈，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，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，机会，把握机会，上啊，集中精神，上啊，加油，加油，上啊，超捕获机会，使用辅助攻击，加油，把握机会，加油，很好，很好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我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尼奎尔塔尔出现了，加油，把握机会，加油，加油，搞定了，上啊，捕获机会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
这是捞捞机会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嗯，漂亮，是超级球。这是成功捕获究极级别的神奇宝贝了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 Dreta 吧。Insert coins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